生肖龙，生肖龙的朋友财神送财上门，坚信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，绝对不会听天由命。遇到挫折，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解决，而不是怨天尤人。这样的他们在本月24号以后，命运被他们自己经营得更加漂亮，财富自然是少不了。生肖狗，生肖狗的朋友为人直朴，憨厚忠诚，对父母和家人都关爱有加。本月24号以后，横财天降，行大运发大财，必能大赚千万，鸿福享不尽，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都会非常好，做任何事情都如鱼得水，正财和横财都将落入囊中，生活水准会不断的提升，让人羡慕不已，吉祥如意。